南台湾很有名的鼓手，他叫鱿鱼，不是 taco， 鱿鱼，哎，不是 taco， 哎，鱿鱼啦，哈，鱿鱼，鱿鱼，哎，不是 taco 哈，哦，啊，那哎，伊的外号叫套 Q， 哈，套 Q， 哎，哎，很有名哦，他学生很多哦，你知道吗？在台南市他是很有名的哦，他如果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。开始乱讲话了。别，我相信老师，您团队跟我都是真的，因为伊讲今天我们在场所有的老师的来历都非常的不凡，对不对？好，听讲头前迄个是教阮刘德华边啊唱歌迄个，敢是？迄个我们白色的那位帅气的也是团员。你安尼我怎知没遐接过？真的吗？伊他到书店啊，甲我讲刘德华是学伊唱歌的啦。哦，安尼哦，这点我都唔知呀。阿文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叫做一郎，我姓林，那我要强调一件事，